曼機場的停機坪變成澤國一樣，飛機停在水中央，直升機就在上空盤旋。這個舊機場受到水災影響已經暫停運作，洪水正是四方八面地湧入機場。現在我身處這個位置可以看到洪水不斷地湧入來，這條已經封閉了的道路，現在這條路沒有任何交通，變成一條河了。20公尺外面就是舊機場，當局已經堆砌了一些沙包，但以這些沙包的高度和水的提升的速度來計，相信很快洪水亦都會湧入去舊機場。通去機場的各條道路都有不同程度的水浸，我們都嘗試進入機場範圍。欄杆外面就是最近機場的其中一條路，可以看到水位不斷上漲，水一直湧入機場這裡。Stop the waterfall. 泰國總理英錄去到機場的災民收容中心巡視，他接受我們的訪問時候說，泰國有能力應對今次水災。We cannot stop the water, but the way we do is we try to make the less damage by try to manage the drainage system. That is the best way we can do. And Bangkok is the last destination to the ocean, so of course that the water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big volume, so of course that have to flow to Bangkok. But we will put the best effort to release the water as fast as we can.这个在机场的灾民收容中心，最高峰的时候曾经住过3000多人，现在仍然有几百个灾民。阿维亚一家十口住在这里已经2个礼拜，包括这个出世得9日的 BB。 机场的这个帐篷就是他第一个家。泰国政府一直为灾民提供膳食，但是受到洪水威胁，食物供应亦都受到影响。泰国政府正是陆续将灾民搬到去芭提雅等等的其他地区暂避。泰国皇宫亦都受到水灾影响，原本是马路的地方变到好像护城河一样。当局唯有在门口堆起沙包，不停用抽水泵抽走涌入的积水。涌入去应该880米，水位应该就去到大概不会过腰的。咁咧呢度咧個運作暫時正常，咁我哋軍人嚟呢度咧，喺我呢一個區門口呢度咧，我有30個軍人喺度戒備，咁呢個城外咧亦都有好多軍人同埋警察，喺呢一條街最少仲有50個警察係喺度戒備嘅。湄南河嘅河水全日不停由呢條路一直湧入嚟內街，而且數量越嚟越多，而馬路嘅另外一邊就係泰國皇宮嘅範圍。可以見到水位不斷上升，當局最緊要做嘅就係要保持皇宮免受水浸。不過水災未完全影響一心嚟旅遊嘅人士，一車車嘅遊客選擇除鞋、間水，一樣堅持要參觀皇宮。这有什么担心的？泰國是曼谷，这个是泰國的首都的话，淹水能够淹到什么地方去？有人就趁機做下小生意。另外，洪峰迫在眉睫，部分地區水深過膝。曼谷的民眾也都發揮互助精神，當局預計洪水位星期六挨晚最為嚴重，市內的水位會升至新高。洪水越浸越深，大批民眾響應政府呼籲，在洪峰抵達之前主動撤離，多處都塞滿離開曼谷的車。交通部門說，由於監察設施被水淹浸，沒辦法推斷車的流量。抗洪救災當局在曼谷9個地區建立多個庇護中心，表示所有準備都以最壞的情況計算，建議民眾在各個社區建立集合點，一旦發出疏散令，有秩序地離開，減少混亂。抗洪救災大本營北部廊曼機場被洪水包圍，亦都試過斷電。總理英錄就話唔會轉移大本營，同多個部門商討，再坐直升機視察災情之後，決定試用泰國、日本私營企業專家嘅建議，拆毀東部一段道路，挖掘去水道。如果成效理想，就加以利用疏導洪水。事實上，現時北部嘅洪水量多達4億立方米，需要排走。而曼谷市每日排水量只有3000万，加上湄南河水位上升速度比预计快，今朝早已经接近2.5米，
加快涌出防洪堤，洪水必须要加快疏导。提出拆路去水计划的专家说，全面采纳建议拆毁五段路的话，计算出每日排水量可以达6000万立方米。除了排水问题，湄南河河口对出的泰国湾下昼水位上涨达到全年最高，曼谷市面临海水倒灌的威胁，加上湄南河河水未来几日都会涌出来，灾情预料会加剧。欧洲峰会结束只有两日，吕格林就率领代表团到北京同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官员会面，并且解释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如何运作，藉此游说内地购买欧洲的债券，舒缓欧债的危机。The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of China go up every month, and therefore there's a need for investment. And that's also my experience talking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That they are interested to finding attractive, solid, saf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I'm happy that EFSF bonds have been considered to be in that category in the past. 对有报道指内地同意大规模购买欧债，条件是欧盟必须确保中国投资的安全。吕吉林说他此行只是推销，不是谈条件。对于中国是不是会一如报道所言注资最多1000亿欧元，吕吉林亦都不肯透露。As you know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don't publish these numbers, so I will not do it either. When they buy our bonds, they buy the same bonds that everybody else buys. There's no special.法国总统萨尔科齐说，救市方案避免了拖累欧元区以至全球经济。对于欧元区成立两年之后就接受希腊加入，萨尔科齐承认是错误的决定，指出希腊当时未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提供的数据是错的。萨尔科齐昨晚打电话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希望中国注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萨尔科齐之后说，舒缓欧元债务危机不一定依靠中国注资，但是如果中国选择注资欧元而不是美元，就没理由拒绝，强调不会影响欧元区国家的独立性。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方愿意注资500亿至1000亿美元到稳定基金，或者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的基金，但是条件是要保障中方投资利益，以及不再抨击人民币汇率政策。而胡锦涛接受邀请，今个月30日至到下个月4日，国事访问奥地利，并且出席在法国康城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6次峰会。另外，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话会争取更加多时间实施改革，摆脱债务危机。政府未来几个月不会再推出新的紧缩措施。而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救市方案是解决欧债危机的重要基石。Obviously, the countries of the Eurozone and all of Europe are committed to the European project and are intent on making sure that it continues. It will help lay the predicate for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not only in Europe but around the world. 歐元區領袖早前就應付債務危機達成協議，將救助基金的規模擴充到去1萬億歐元。銀行界同意削減希臘一半的債務。